救命啊！别跑！什么？别跑！你干嘛呀？你这个人干嘛一路追着我，又带着踏我啊？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来！生生活生生的100万啊，你赶紧滚蛋，不然的话连你呀、一起掏。人贩子，人贩子还那么嚣张呢、看你还嚣不嚣张、让他趴在水里面清醒、清醒再救他、不救他了我们走了，告诉你啊，目无王法，救命啊，社会了、我救他，救他，出点话就惨了，我们惨了，告诉你啊！还嚣张吗？啊！还套不套我？还抓不抓我去卖？还要不要100万？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？犯法？还没清醒那个脑袋啊！我告诉你啊！知法犯法。靠人去卖呀、他这就是藐视法律呀、救命啊！哎呦，他不会游泳啊，快点！会游泳，我也要救你，加血了！快点，清醒了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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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醒，我就拉你下来。喝饱了没有？救命啊！目无王法，我看你呀、什么年代了，还套人去卖呀、还干不干这种？还干不干这种事？说，还干不干？干嘛？起来！像你生了人模鬼样的啊！还偷人去卖呀、我看你，你知道这样是犯法的吗？我看你也长得一表人才的，有手有脚的，去广东打螺钉不好吗？非要干这种事来祸害我啊！我只知道，啊，把你卖了之后我就有钱了。别！俗话都说了，君子谋财谋道，也要取之有道。你这种行为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就放了我吧，我到不了。我换其他地方，我不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我看他还不知道悔改，还没清泡清醒。我看你啊，是不是还要去泡啊？你干嘛？我怕你啊！你们两个就欺负我了。怕不怕？要怕我呀？还要不要卖我？不行！清醒了，我才拉你下来。以后还干不干这种事？还干不干？还干不干？说！不干了，不干了！还想干吗？不想干！快点，救命啊！是你们这些人贩子的吃相，搞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、骨肉分离的。看你长得这副脸啊！没想到竟干这种勾当，丧尽天良啊！你这种人，你们就放过我吧，就当个今天谁也没见过谁。放了你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放了你，那不是放虎归山吗？绝对不能放了他。这种人呢，必须要严惩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是的，我大不了以后不干了，行不行？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
别啊！不要跟他说了那么多的废话。你这种话就留着等下到派出所里面说吧。我上有老下有小啊，哎呀！抢过去！家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呀、啊，哎呀！你这个害人害己害全家、哎！你明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还出来干这种事？哎！别啊！哎呀！来，他都去派出所，我告诉他，让他以后在牢里面好好的改进，告诉他。走！别啊！哎呀，我的例子！哎呀！